来就跟人讲几句话。谢谢，谢谢。唱歌吗？我无想伊遐好唱，嘿，伊还够会摇嘞。感谢主持人，感谢咱中华民国六百马会咱的市会长啊、所有的会计人员，啊嘛感谢吼咱的啊、新楼主啊、陈总干事、副楼主等，啊，搁历届咱遮的楼主、副楼主、总干事，啊，搁有所有咱流沙队的啊、球班会、志工大队等啦吼，啊，咱六百马遮所有工作人员，大家感谢，大家阿妈，大家好。台中六百马会吼，咱两秘书长嘛带一顿，咱的会计人员回来吼，六百马不比婚礼，不比全国啦吼，啊尤其对咱婚礼馆这个时段吼，啊特别啊感照顾，所以你多看伊时段咧唱歌，会唱啊，佫会跳吼，迄个可能只八十岁有啊吼，看大家拢会当吼，到一百岁拢会当出来跳，啊就特别好六百马，心里很热，不比今仔日所有的许多时段工作人员、志工的伙伴，拢会当是六百。妈妈因为波比每一个人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这把要一起的了，谢谢，感谢老李，谢谢你，再来来一首《英雄》。